Every long time ago, they come, they go. What are you trying to come at you? Come at you? 诶，我怎么断了？带去力了，我行得好慢啊！不行吧，抓的中规中矩，有一命，就盖了个头，有点难受。好吧，差一点。哎呦，这一刀空了，赶紧滑进去，撂他不敢下来。哎呦，这一刀竟然空了。哎呀，我开个二级干嘛？这格局二级有啥用？就飞得远一点。哎，这版本二级真没啥用。蓝气球了。又不来吗？又不来吗？不来了，在中场。哎，这个断了，又在打。走了走了，这个人不能伸出一步，不好追的。有手来修这里了，不管他，我不认留一下，留着修，带大黄的。这车都死了，大黄都有块板子，我的妈，这么神板子。不是香水啊，他手上好像是把枪啊，那他是把香水。哎，留个板子。修了吗？修了吗？没有，两边都没修。把地下室空。有一波传送的机会，传送让他秒倒，但是木屋传送秒倒不了，还得插野区，这边能传送秒倒，松手，手速得快，哎呀，还是慢了一点，回了，我得打掉血，他如果压满救的话，我就。
应该是要把救了下，要把救的话继续干佣兵了，就把传送拖出来。哎呦，还是有点慢了一点，没有很快。发的啥呀？还不叫球吗？宝飞，天，拜拜！我操，大宝贝椅子，不要打我，我好人。Good man, good man, good man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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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没起床了，那你睡觉吧。不必起床了。哎呦，这也能打到我吗？蛋才。哎，你这怎么不走了？我操，我这波飞这么快，感觉。哎呦，这波飞这么快，你走了。看你有几个球，今天你来一个，我踩一个。哎呦，那边还有个球，他没捡。还行，本来感觉是不够赢的，前期追的有点慢，追了80秒，哦不对，哦对，追了80秒，底牌40秒。不是什么意思？这边有个脚印，我不想追他，但是犹太在这里修，这里修就给机会，给机会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不是哥们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你怎么跑远了？哦。一息不得交啊！哎，他这个走这个伏地可以交了，走也没有。没事，还是皮皮的。这一轮下一只猫死了。你干嘛？哎，但他死了呀，都不用杀邮差了。来来来，把球给我。哦，还解差了，爽爽爽。爽，就这个解差爽。而且这个人还可以不要了，直接去杀邮差，我感觉。邮差那边在修，这个金手已经没用了。把球踩，把蛋踩。那你过来干嘛？你来看你会反正你交往我交不了了，交不了了。那就哎呀妈呀，不来还不能来了，交不了了。哎，我操，不退了。还行，杀了。过半了，过半了。哎呀，可惜没过半。没事，肌肉手现在修的慢，他们现在连上一台一铲，肌肉手等我要去修台新，心里要修台新，然后记者要救人，记者而且救人的位置被我知道了，可以手记者，哎，
都跑这么快，你小子。哎呦，他有个娃，给他卡堵人了。但还行，他现在不玩血的话救不了人了，还是不过地基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实上？既要又要。哪有那么好的事啊？心里来救人了，先把板子踩了。你救不到了，会晕他。干嘛干嘛干嘛？救记者去啊，哥哥！直接堵门！哎呀，我这么瘦吗？还得吃。还得吃啊，这么瘦吗？这没堵住他。我这边找一下，万一就是修。出来偷个人就不好了，解锁好不偷人。老爷是不是中场的呀？啊、真是中场的，他俩在摸呢。哇，这发这你能摸血的？啊，自己在摸血的解锁，错就是一个机会。你跑别的心理，因为你败血了，以为自己，所以没自己，以为我不知道你要过来揍我了是吧？啊？我先过来揍你，你就不会来揍我了。简单。直接放一锤，过去一个跳，哎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哇 ，PC 十五分，不打 PC 了。Hello， 小老虎。还行，彩外板子刚好抵御双飞的。还是追律师的，因为有二阶了。心里去放着吧，那修机也修不了多少。特别他们四合一，哎，也来不及跑的。哎，好卡呀！我干嘛换道具了？没有啊，四黑也来不及跑了，因为我画的太快了，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一转身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哎，你就发哎好，还得发个板子过来拆给你，这里在插中场，不着急啊，这个板不再踩，踩了又并不上救了，一个护腕 OK。哎呀，这都没有双刀啊，不，这都没有打一刀的，我好难受啊，哎呀，我好难受啊，我好难受，我好难受。
我好难受，我好难受啊！你要为此付出代价，你要为此付出代价，你要为此付出那个，好，你不用付了。你要为此付出代价，你要为此付出代价，你要为此付出代价，你要为此付出代价。要为此付出代价。哎呀，他这换位换到另一个椅子去了，真烦的，烦死了。哎呀，这怎么？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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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准摸！好，现在可以摸了。车来了，车都在帮我干他，卖了，卖了，我直接去找那两个模型了，他俩肯定还在模型，不用想了，啥都不用想。Hello。又在摸血的，这么巧，我也在。我觉得他跑就跑了，不管他，放心里。好了，两个人都失误了。啊！西门那个西，你死啊！躺刀了，你死！哎呀，又憋死了！这椅子真不想挂，哎，挂这个椅子，挂这个椅子，那个椅子真的就烦死了，烦死了！这个椅子，椅子换，换个飞轮，好好飞，哎呀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摸自己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你小子，好，牛仔来了，牛仔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，我欠人了，真欠了，啊，上班了吧？哇，这你都知道我要来干你了，哇，这牛仔班都不上啊！还是要杀你，班都不上，叫你不上班，最讨厌不上班的人了，你不上班我怎么赢？哎呦，这飞轮！哎呦，这飞轮！哎呦，没事，我有插眼，上不过去喽。好，给你们来波排右臂。哎，这个挂了吧先，不挂真烦，不挂等会要来，不挂等会要来找他，排位快点。哎，右臂在我脸上，那更简单了，不用找了。Hello 啊，你。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啊！哎呀，你还有香水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，B。咱俩都老朋友了，这就是你的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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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怎么能有香水的？又有香水，又有真的，真好啊！哎，我丧尸器没带，我先杀个人，先缠一起。哈哈，换下子吧。哎，别关啊！
这么来得及？跑了就是你的错了。这么害怕跟我博弈？但是哦，差个眼。等一下，没事，这件事他修不快了，被人秒倒了。下脚还没机子修，来修这个。人的，哦，我都来了，你才来啊？你怎么来这么慢，兄弟？迟到了？什么意思？还不救人？迟到了，哥哥。哦吼！解锁开球还有个水的声音，你不听到吗？这极品，不愧是极品。哈喽，又是我 ，It's me！ 哎呦，顺便给他杀了。哦，可以。哎呀，小黑的好吧？哎，你到底玩不玩？我以为他不玩了，可能还站着挂机了都。玩不玩？这接手救不救了？把你娃给我交了。这娃怎么也像个来度假的，穿的。他娃穿的这个像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打扮的很像那个去沙滩上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感觉到？他很像沙滩上的那种人，可能的。哎，发现你了。走你！怎么人都不救啊？他们？对呀，这个跟度假了那种感觉，就是在沙滩上的那种草裙舞，有点像。哦，16分，你们是四黑吗？他们应该是两双盘。不绕了，这幽闭在我脸上。来，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。滚！臭小子，敢打我？等着吧，我今天不干你！我今天不干你啊！你敢打我？反了你！干嘛偷我人？偷我人，反了你！
就我急反了你。对不起，哦，还刀柄修机，反了你。啊，你是不是反了你了啊？你搞不清楚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吧？还敢当我面修机，吸我一波，反了你！毛女还敢修机，反了你！这卖血不摸血，搁这修机，大蓝！哎，我现在二级飞的好慢啊，真的比一级飞都快感觉。哎呦我天，反了你啊！那说不定已经过半了，过半了，杀看看了，盲女也上官飞，哎，得杀盲女，佣兵也来了。你还敢过来反了你，反了你还敢救人，反了你还敢开爆发，不要，反了你还敢打我人，倒一地呀，他还好旁边他有人，不然我这波鱼要给他救到人了。不是没椅子了哥们，这个差也应该接受起不来吧，接受起来我就受不了了，要打一会儿，咱摸白车呗，你们能打两把，说不定快的话三把。我就知道他要起来刷了，哦吼，哦吼 ，OK OK， 下一把下一把，拜拜，快，这把应该三分半吧，他们投降刚好到，直接就投了。哎呀，出的都飞快点。这个毛巾好像刷外面了，这把飞快点有机会逮的。这么快就到二楼了，哥们，不是，哎呦，难受。哎呦，他没刷外面，他刷里面了。哎，他人呢？哎，他人呢？我怎么被逮到？我操，他怎么在大房啊？那他刚才不是在我楼梯上面吗？我操，这毛女这么能躲，隔距离都能躲吧？哎呦，裂开了这些结构。哇，哥们，隔距离都能躲吧？哎呦，这隔距都得躲吧，不在大房不再追了，再去大房他又要躲我了，裂开了呀，还杀了，这把只能后期打回来了。哎呀，难受了，这为啥找不到这个毛女啊，好烦。还断了，三二，不能逼太紧，逼太紧他要。左边一踩，嗯，这边一踩一踩，盲女一踩鸡，哎，这把不好打了。不过他居然还挺稳的，我脸上有没有掉台鸡？不知道有没有加台机，没有，没有的还能打，这边如果有连击的话还能打。那啥来救人，
别打我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姐，你是我，哎呀，我操，这不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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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那边果然在新修了。哎呀，这边无差距好烦，大家棍子差不多了，要插个眼，要他们要到时候抢我机子，不是别动我机子了，哥，算我求你了，姐，人可以救，机子不能动啊，要把你取出了。其他差不多，再把你不休机就行。一会儿得交了，先到了，别卡我，别卡我！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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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抽快抽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妹子啊，快呀，啊，妹子啊，这把你真能躲啊，看你刷哪了呀，我踢他枪上在我头顶呀，然后去插个眼。还不投，舍不得舍不得把你挂椅子，我看一下他开局多打了，还好有插眼啊，看一下躲哪了，哇，这十五分，这你们不是四黑啊，他们可能哎，我有点卡呀，我操，我就有点不必要，你回来，你大大，哎呦哇，这哎呦，我这我感觉我卡了吧，我感觉这能让他跑过去了，射了直接，结实在对面，他刚好给我送对面去了，还是杀他吧，结实没用了，结实掉了个娃了，哎，他这敢上车，没想到。这个得踩啊，哎呦，这格局一卡一卡的，我都抽起下手，一卡一卡的，他还在预判我闪现，哎呦，他还被盖头了，白说。也是我一脚失常啊，哎，那都没打到，有一点点一卡一卡的感觉哦，但是问题不是很大，虽然表面上两台了，但实际上我一脚失常，他只溜了两台，他表面三台了。
动一动啊，别死了。还行吧，这个薄币不是很溜出来很多。卡了一下吗？你去哪了？然后就稳着打一刀吧。找不到这个人了。还在这。别锤我。还好没锤我。嘻嘻。啊！你也得给我死。哎呦，还差点整，又踹了一脚。点上是一踩的话，我再踹一脚就够了，游戏结束了。虽然表面溜了我三台，但是实际上我一脚失常，而且他其实是没修机子的。重启一下这个手机啊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想透过人是吧？你小子，让你受伤比机械师受伤更爽。那我就打一刀他。杀不了你，我还杀不了机械师了，我直接欺负机械师。不加武德偷袭，很快啊！我直接趁他不注意偷袭。69岁老机械，不修机我就锁死，修机了，修机应该是孤独哨在卡那个。具体应该就是卡在这后边，感觉没耳鸣了，应该就是卡在三百那里，排到了，差不多三百那里。这里没耳鸣的话，差不多就在这了，也没有吧？我不着急，那还是手撕吧，他这机子应该还是压不好的。还不到，他打的，果然在三百啊！压不好。这三百应该是在这个大柱子后面。投了，好，好投，好投，我重启一下。没排到，主要地上那个蟹脚印也没看到，就有点不敢找了。反正好好守着。哎，卡一下脚呢，他就。这网上也是有点高啊，是不是大家都在很恶意的原因吗？还发手电筒了，啊，我就知道。哎呦，这个椅子没留好，椅子留了，他没吃刀，没有留好啊。这个你总得吃刀了吧？你还敢打我？我不打你呀！啊，老姐，你还打算上来的啊？那关门。到底吃不吃刀啊？你小子，真烦。那你小子真烦，给我洗，洗的。别害我。
觉得低不如茶野，以后都带茶野了。虽然是慈海家，但是还是茶野好用点。茶野那个翻，他刚才第一个翻他就翻不过去了。哦，还给我挤出来了，好家伙！你看，都有机车过来砸我的，这样你就有600分了。拉拉带个波比 ，what the fuck？ 他们要过来塞摇了的，不然他翻进去了。他翻进去我要记了。哇，你是真不怕呀，牛皮！拜拜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要来偷人了，哈哈！不要砸我，我好人，真戏我好人，其实是坏人。耶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吸我一下，不然他有个大吸啊，我一点。走！哇，格局还能被赵云2次，我都被赵云1次了，这么厉害！这小慈善玩的，发烧这么慢吗？格局？哎呦，有发的这么慢吗？格局？不至于吧？假装自己断了啊！才玩到一两级，我觉得歌剧不至于会这么慢吧？压好了，得往远挂，不能回头。哎呦，要打开门站了，有这么厉害吗？这个歌剧，这个慈爱家。都带机身了，下次是带茶野了。感觉机身打三下没啥用，还得带蓄力刀，不带不行，不带真不行。哦，还够我下来。哎呦，摇下来，真惨。哎，这希尔达每次打的时候，他都往那边晃一下。三杀了，他知道。这个牛仔没刷坦的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。啊，没飞轮的，他可能是刷坦。要不是薄壁，啊，但他救人了，应该是刷坦。那三杀了。哎呀，这没四杀，很烦。哎，还真得带茶野，下次这子弹夹，但是他永远不会慢翻啊。但是解个交互也行。我带蓄力刀了，下次不带彩板了。我带不彩板，加蓄力刀就好了。他们好像不甘心呀，三杀了。假装挂人啊，实际上不挂人，但是放了。牛仔估计没，这个在中场自杀了的。Hello， 你还给我逼逼，谢谢你。三。哎，往左边走的这个人，你往右边走。哎呦，他这边有个东西，我想跳他。哎呀呀，不能跳，感觉稳一点，到比赛来打。这个就到比赛来打，感觉。
丸子留这里，丸子留这里。不着急，他下板下板我也能回。还不逼逼，那你下一个逼逼你又没了。哇，这什么特效？哇，这是什么特效？好炫啊！下把就踩。哎，我咋又断了？还行，浪费他一个球了，先。直接签他来不及，来得及就是再打一个球，无所谓，他再打一个水球我赚的。那在哪修啊？看不到勘探的电机啊。这俩市场用不出来的话，我看他在花坛修，行吧？那这俩市场用不出来了。这个耳鸣是从大房里来的，没看到勘探第一时间修的哪台机器，可惜了。哦，不是你来救？哎，怎么还是你来救？你在哪呢你？你还捡球你？你还给我来一刀，臭小子，杀了你们！谁让你们 OB 格局的？直接往脸上挂，加拉拉没电机修了，他只能修双个楼，我再把双个楼封了就行了。我往这里挂，这样哪边电机都没了。那他不管修哪都记了。不急，那这波就锁尸呗，好像来了，反正。这波他们俩应该要互摸。涛哥，哎呀，我觉得他会掏了，真可惜，这没掏。哎呀，这波血量没打掉，亏了。哦，这个蓄力倒也多了，还知道他是个飞轮。垃圾。垃圾，总有一脚失场的机会。三个球了，都没了。赛机很少，不踹这台，踹那台。拉拉修双个楼的，给他浇铁了，好像还有一个香水。我这个麻布丢的不好，还卡。扛刀来，扛歌剧的刀来，电击不过来，扛歌剧的刀，歌剧要笑，哎，笑卡脖了，笑。哇，这个博弈博到了，难受。再博弈，我头体，我就头体。我的头可不是灭团捏的，这个乌刃丢的不好，手持又丢了个乌刃，拍了。不着急，他把他往两边都有的椅子挂，他们还是救不了人，救不了鸡，修打台的，那就修脸上的台，秀不秀？
还回头。还敢回头。还抢我脸上这台呢，好家伙。直接插眼来抢我脸上这台。大兵也在修了。没得打了他们已经。我这个烟只要插下去。等个七秒应该还是来得及的。露出来要丢，我把影子留那里。可以，还是杀完了。再跟你说一遍，放在这儿。二楼可以，这个二楼很舒服，这个也可以插二楼底下去。然后 UB 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有点卡。哎，我怎么卡了？哎呦，我老卡一下，对一下。你是真的敢发？插个眼吧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唱歌？你在干什么？13秒12秒11秒10秒，他佣兵吧。哦，这个也还刚好看到佣兵的动向了，很舒服。我操啊，这眼不比一个活还能再比一个，他还弹个花去救人。这个花人的好，这个花我的一直在上面飞。 I can f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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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y， 哎呦，出来过头了，不好意思，骚雷呀！哎，还好有茶叶。我操！我不刷卡，我操！二加四吧，第二波没人救了。希望有人救了，看看我看到了，在那个拐角。亚瑟应该是卖的，因为在修人皇，现在是甲门人皇，还有一台整。有二楼那边去插个眼，二楼下去插个眼。果然，再插个眼，看到勘探了。中场一个。干嘛呢？那我大笨蛋呢？我带给周场，让他整一个，整个野，发一下飞轮，这玩意儿。你飞轮都不交，又没了。喂，操！他去修，现在是甲门周场，甲门周场人皇。那我都原地扔铁的，很奇怪的弹弹。哎，这小子双弹吧，这都不飞了，应该是双弹了，这都不飞了。Hello， 双弹，
这都不飞了，我的蓄力刀到他脸上了，爪子都到他脸上了。他绕过去了，偷偷摸摸。刷盘吧。刷分了，开始逼逼逼逼修机了，开始。开刷，开刷。刷分 ，OK， 刚好赶得上 BB 啊！这大王是谁？我都没看，说话去了。这不要是个心理啊！是你是谁呀、啊？哇，你真是心理呀、啊！哎，你怎么哭哭一顿下板的，哥们？哎，哎，哇、哦，你还敢翻板？我操，你是真有啊，哥们！哇，不是哥们！哇，他反上下板还敢翻板？我傻了，我看傻了，这就是排位吧？看傻了，哥们，不是哥们。还行，八八杀，反正得到血条。这波不杀他才晚，没血条，不能杀。没血条了，没杀了。哦，守夜人真有，守夜人真有机会，传守夜人打得特别好。细节特别足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而且他得带市场，不然敌机很快。反正他杀人不需要用技能。干嘛破我火球的？到底要干嘛他？哎呦，断了！哇，他一直在用加速。你别人给你打二十八，你哭哭用加速，我赶紧给你杀了。浪费你队友的感情，你这是，你不得用加速以后，不准用。大姐去那边插个眼线，吓他一下吧。开我枪吧，来吧，来一把。哦，这把他们没救人位，还是能救人就很伤。被他们两，我就两波了。不着急，现在给这边插个眼。不杀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小心，小心，三连那个小心。啊，直接去找，直接去找你的。三连冲军是吧？那我给你放两。太好。有机会，我觉得那边修不了，他一直顶着我的野在修，亮不了。应该是亮不了的，我不信得亮。我操，九十了，再插个眼。
他们现在只要没人去了就行了。死一个行，别死就不行了。哎呀，这边怎么说？要多抓了吗？哇，命怎么这么大呀？哇，这守门员开始挂机了。下铲，好，比这个铲，那个铲多半还要打。咕噜哨的，咕噜哨来了，要去大房了。这个猫放的很好，不是退也不是，进也不是，但是猫没了。哎呀，不要走啊，不要啊，戳我！哎呀，二连棍，可惜。哎，我卡了吧？哎，哎呀，你好烦啊！这破网，我真的是稀巴了个 C 黑了。哎，我还以为他卡了，原来是我卡了，那没事。他左过右了，他直接右过了。哎呦，他这么打我右过，行。嘿嘿，故意不翻的笨蛋，就招了吧？以为我会钻门，根本聪明的很，不钻。他说打我过。哎呀，我真的，哎呀，难受啊！这一个板子砸的我是真难受啊！这还不是个大毛，我一个大毛终结他的。骨头上溜了。哎呀，这一个板子啊，难受闷了，我的妈啊！救不了第二波，下波好好打手势就行了。看一下等会人从哪来啊？那是个双弹的，他打大门了，沙包一弹，那就是大门来救人。把他往大门挂，大门挂。还是双弹骨头了，手里捏个移形。有机会，拉了，坐着，救不了了，有人去偷人了，哪的去哪？二逼吧，你就蹲吧，别哎，怎么就你啊？我不受伤呢。我咕咚呢。完了，我又隐瞎了。
我这波眼下要记了呀，打到，哎呀，完了，打不到还记了呀。哎，这古董杀人呢？哇，眼睛瞎了。哎呀，那记了呀。还不能打，打一道棋子也好。还机会，那边应该在摸血。哎，人呢？我咋眼睛这么瞎呀？不是哥们儿，那边地下室啊，还有机会。地下室，还有机会。好砸！继续抢，很好吗？有别人回头。不用点门吧？哎，他原地蹲了吗？你看清，他原地蹲了吗？是吧？我我别说话！有没有花生米吃？带一杯。马上走。哎呦，这个哎呦，我这个跳没跳好，卡膜了，去了。我这门都没有人的，地方直接去那个门了。我操！哎，这古董杀怎么没看见啊？好亏，这没看见。原地蹲了吗？还是我真没看见啊？不应该壁画救他，跟他一起走吧？但就是原地蹲了。他跑了一个，他跑了，看一眼，哇、哦，瞎了！哎呦，不然有机会的这把。前期网卡砸头太难受了，不然他那边吃我一刀了呀，不被他砸一板，前期就舒服多了。我那只猫放得这么好，不然他那个板子就要吃我一刀了。哇，前期这个猫放的这么好，哦，它竟然是飞轮吗？那它为什么啥时候叫的飞轮？我咋没看清呀、啊？这个猫给它大房路都拦住了，然后棍子也躲了，它就一棍子了。你看它这就一棍子，四秒、三秒，我卡它一下，两秒，然后把这个板子一踩，哇，它直接吃刀了，真难受。板子一踩吃刀的局。我打一刀也没问题啊。真原地蹲了，哎呦，我真是个瞎子。后边如果我往这边放一只猫的，哦，他也往后跑了。哎呀，真是个瞎子。这里面就排不到了，哎呦，真原地蹲了。哎呀，下班。这刀没打到就没了，这刀打到了还有点机会，因为全残了。啊，这冰幻也没残，也没啥机会了。这边机子也开了，下班，拜拜。
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见。哎，这输一把难受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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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